好，那当然，今天来到现场哈，跟喜欢你的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网络上的朋友们来打一个招呼，送一个祝福，好不好？好，非常荣幸以雷朋眼镜的代言人来站在这个舞台上，所以我希望我的各方面的发展都不让选择我的广告主们失望，完了以后自己也会继续努力，也不让我的歌迷们失望，然后做更好的音乐给大家听，给咱们中国争光。好，再次的谢谢艺兴，好，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艺兴的新歌哈，谢谢，谢谢，好，谢谢张艺兴，谢谢，谢谢，谢谢。那各位，作为全球最硬也是最嗨的我们的品牌年度的时尚盛会 Tmall Collection， 也就是我们的天猫双十一全球潮流盛典，将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通过五个时尚的篇章，带各位全方位的来接触全球同步的潮流灵感和风格范本。这世界很酷。